谢小朋友跟着太子亚坤走五天，我们给他最热情的掌声。好，小朋友全部来向太子亚坤比起三鞠躬，比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来降下过来，感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。是我们的三轮车，啊，三轮车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会将我们每天住驾公庙我们所需要送的啊这个礼品呢，哈，我们进献哦，前面有这个牛啊，这个牛羊的花，这个面羊跟面猪，还有我们的鲜花跟我们所有的礼品，要送给我们所有住驾公庙的啊一个礼物，就用这个三轮车啊，三轮车来代替哦。阿姨姐的三轮车呢，哈，就是没有装潢过了哈，那我们就是经过